上学时代鱼网馆的那些事。他说给我拿10块钱干啥呀？鱼网馆那小凤手机不给我找回来了吗？咱俩不得买点啥表示一下感谢呀？不说好了吗？咱俩啊，你手机让你找回来了，完了你感谢人家，我还得给你拿钱，咋我该你的？涛哥呀，最近哥们不手头紧吗？我寻思咱差一半的，咋的买两盒好烟送去，是不是？你先赞助我10块钱，下礼拜肯定还你。你下回呀，办啥事看看自个儿兜里边啊，别总没那实力还总要没脸。我又剩那10块了，下礼拜必须还我啊。行，你就放心吧啊。风啊，中午泡面，咋的样的呀？天天泡面咋的呀？你现在瘦的呀，都像那泡面条子似的了。哎呀，现在咱整上泡面呢，都不错了。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呀，咋还跟你整这样的呢？不行，我给你找个活干呢。啥活啊？我老姑那开小吃部，缺服务员，1月8万，管吃管住，去不去？干服务员啊？我还不去呢，太累挺。哎呀，他不累挺啊，新开的，没多些人，去不去？可清静了一天。那有那好活，你咋不去呢？别搁那忽悠我。那这话让你说的，还我忽悠你？我忽悠你干啥呀？我搁这儿1个月挣1200，我上网还不花钱，我去那儿干啥去？不是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啊？这嘎达除了工资的话，带有点烟、水、泡面、小食品啥的，卖点还收入有点提成。啊，对，我整点折卡，哪个月的话能进个1400-1500块钱吧？哎，对，你原来对象不干网管的吗？别给我提他了，处还没到1个礼拜呢就黄了。哎，芳，问老板，网管还缺人不？那你啥意思二雷呀？你抢我饭碗咋的？哎呦，我逗你玩呢啊，这家伙。像我不乐意干似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老板之前都跟我说好回来，没搭理他。我要干上了，都没你啥事儿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就吹吧你啊，那你咋不干呢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二雷哥我呢是要挣大钱的人，只不过是没机会问你这网吧里的啊。你等我哪天起来，你看着，我瞅一眼，面泡泡好。哎呀，二雷哥也在呢啊。哎，二雷哥。哎呀，这不我俩大学兄弟吗？咋过来玩会儿了？啊，不是二雷哥，我俩今儿不来玩的，找峰哥来了。上回手机呢丢这儿了，完峰哥给找着了，峰哥可讲究了，还还我了。那啥，峰哥，今儿我哥俩过来呢，给你带两盒烟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行行，你拿回去吧，我可不差你这点玩意儿啊。没完了，哎，对，你对咱自个儿家哥们儿不扯那套啊。我瞅眼了，咱买啥牌的是？收起来，罗哥，你赶紧收起来啊。我哥俩总来，不定啥时候还得给你添麻烦呢。收起来，别搁这撕吧咱啊。那行。我也不跟你撕巴了，有事你俩吱声啊。谢谢啊，我得谢谢你不是吗？这话呀你说的。那行了哥，谢谢你啊，我俩先回去了。走了二大哥啊，你待着吧。啊行，慢点啊，有空过来啊。哎，你说这俩小子岁数不大，还挺会办事呢啊。哎，你知道黄衣服那小子谁不？那谁呀？那是天明他小弟。你可别扯了啊，天明他小弟能这么老实？原来我也不知道，天明找我了我才信。都说这几年天明啊发展可好了，还得说人硬干是吧？那可不咋的，现在呀老呢了，现在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啥时候能像他那样啊就行了。人家天明人是实打实干出来的，你给这光寻有啥用啊？找班你还不乐意上去呢，你能干啥你呀？哎，你好，你有发展，你等我有钱的啊，我高低开网吧，你这样式的给我当网管我都不用你，你这泡面还吃不吃了？都泡熟了。哎，把这烟分我一盒呗，你干啥干啥去，凭啥给你？你呀，你就抠吧你啊！泡面我拿走了，记账啊！一天呢，净寻思那个美事儿，上个账你还没结呢。哎，咋整？上学时代与校外朋友的那些事。大锤哥，过来来，没看我训练你吗？完事儿再说啊！你快点的，有事儿。说两句话我就走啊！干啥呀？不告诉你我训练的时候别找我了吗？哥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啊！你手上没钱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没有。爹的，我还没说你就没有啊？这回正事儿啊，我礼拜六过生日，我寻好歹张罗大伙吃顿饭，你请客吃饭都没钱呢，这生日过不过有啥意思啊？吃饭的钱我有俩，但我怕不够，你给我张罗个30-50的啊！你这要结账的时候不够了，多磕碜呢，哥得多没面儿，是不是？你现在都啥样呢？还给人打肿脸充胖子呢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过生日请的不都是好哥们吗？谁不能空手来？多少都得表示一下啊！你还给我拿30-50的，先给我垫一下，完事儿肯定有富裕，我再还你啊！哎，我跟你呀没一点招，放学给你啊！我告诉你，到时候必须还我，我现住校呢，我妈又要给我生活费，你要不还我，我就不够花了。哎，你不撒扔的吧？你现在学咋这么磨叽了呢？大锤，你不训练，你那干啥呢？
那小子，你给我站那。咋的了？我让我站这儿啊？你干啥来了？那我给这路过，找小弟说两句话也不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什么大哥小弟的，进那校门，他是我学生啊，别给我扯用不着的。你给我俩扯用不着试试啊？人老师咋说话这么冲呢？跟我说了没有用啊？你也管不着我，你跟谁俩说话呢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光说话冲，我下手我还黑呢啊！你看我能不能管你？就你仨人走吧，别给我苏老师惹急眼了。不是脏你，你要是我学生啊，妈跪了你明明白白的。苏老师，你别搭理他，他有这样事儿的啊。我还没说你呢啊，你跟他还有接触呢。苏老师，他是我发小，路过这儿了，看着我了，跟我说两句话，真是那回事啊？不是来熊你的吗？哎呀，没熊我，放心吧，苏老师啊，那有体格能熊住我吗？这小子我看着好几回了，准我学校门口晃悠。他有兄弟，你告诉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学生让人熊了，我磕碜不起。你放心，苏老师，不能有的事儿啊！下午我告诉那小子，别搁这嘎晃悠了。你有那功夫多学习，少跟他接触，赶紧训练去。哎，崔哥，二雷找你又干啥呀？哎呀，过生日想请人吃饭，还没钱，找我借钱来了。要我说呀，你就少跟他接触吧，没有事不再找你的，一找你指定就借钱。哎，涛啊，二雷我俩从小玩到大的，你别看他一天嘚瑟那把数，对我还真不错。要不我早就不搭理他了。他跟你借钱还不还呢？不还的话，你告我，我跟我二哥说，让他帮你要。你可行了吧，亮啊？多大事啊，还跟你二哥整来了？上回他来那一回，给我都整挺害怕的。二雷上回我过生日给我买东西来的，这回他要不还我呀，就当我给他买了。没事的啊，这家伙的，从咱那时候就开始学礼了，得啥时候是个头？哎，礼拜六二雷过生日，有空咱俩都去啊。钱都花了，必须带你俩吃回来。你仨搁那屈辱啥呢？别偷懒。啊，知道了啊，动起来啊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。上学时代体育课被占用的那些事。别睡了，下学体育课精神精神。对呀、啊、篮球拿着，今天必须跟大崔班的班啊好好干一场。大崔班他班的球好，咱俩别拿了啊，走走。今儿我咱们一天啊，我跟大崔班搁里当口，林杰搁外边就随便投啊。哎，对，你就搁里边把大崔班卡住了，剩下他班那些呀，啥也不是，干不过咱班。你们两个像个跳马猴子似的，干嘛去啊？嘿，老师，下节不体育课吗？我俩上体育去，快回班去吧啊！今儿体育老师有事儿，体育课不上了啊！也不能吧，老师啊！我上超市看着他了呢，我帮你上体育组看看去啊，没准儿搁体育组呢。我说有事就有事儿，通话回去你了。盼一天体育课了，还不让上呢？你说啥？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有啥意见呢？回屋学习多好啊！我俩可爱学习了，走啊，同学们啊，刚接到通知啊，体育老师临时有事儿，体育课就上不了了啊。咱们利用这个时间呢，简单做一个小测试啊。太好了，这回不用出去挨晒了。来，一宁来，把试卷发下去啊。好的，老师，那个时间比较紧张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力集中，把效率提上来啊。还高兴了吧你俩呀？外边多热呀，在屋待着多好啊。你把这玩意儿给我拿本拿去啊，反正我给你俩了啊，爱写不写。你发卷就好好发，哪那么多废话，不上体育是真好啊。好了啊，不耽误你们时间了，现在开始做，下课之前务必要把卷子交上来啊。你班咋回事啊？这一课体育课不知道吗？哎，苏老师，正好你来了，来咱们说点事儿。你看看啊，还说人有事儿呢，明显不就他拦着不让他上呢。可不是咋，那能编呢，说跟真事儿似的。咋回事正经？我上厕所功夫课就给我分出去了。小苏啊，你看这也快考试了，是不是？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呢，带他们做一个小测试，然后巩固一下。郑姐姐，啥时候测试不行啊？非赶体育课测试呢？再说了，你定之前是不是得跟我商量商量啊？你看我去体育组找你了，你没在，然后你刚调过来呢，我也没你电话。我跟郝主任说了，他也同意了啊。他同意咋的？他说把体育课停就能停了。一到开会的时候啊，说体育组工作量小，工作态度不积极，连课都给我分出去了，拿啥工作呀？我的妈呀，他俩给我狼抄了起来了呗。不能吧？哎呀，姐说你不是刚调过来的吗？你还不了解郝主任那个工作模式啊？适应适应就好了啊。郑杰啊，我不是跟你给这吹啊，你上我原来学校打哪去？校长他也没说不跟我商量就把课给我分了的。再说了，咱学校不没说停体育课呢吗？跟你我也说不着啊，郑杰，郝主任定的是吧？我找他说去。哎呀，小苏啊，你看我都跟学生们说好了，再说就利用你这一节课时间啊，下回肯定跟你提前商量。郑杰啊，这不是咱俩商量的事啊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必须得跟他掰扯明白了，咱们一直强调学生不得全方面发展啊！行了行了，该上体育课上体育课吧啊！这事儿搁我家中间我也挺难办的，下回再有这样事啊，我肯定提前跟你商量。来来来，所有人上走廊站好队，操场集合。
快点来。哎呦我去的，舒老师真好使啊，啥也别唠了，赶紧去吧。这里啊，我说话一向都是对事不对人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啊，没事的小苏啊，咱们不也都是为了学生吗？我理解啊。那对郑姐啊，咱上课去了，站好了，别放羊似的。咱也不知道人家啥门子啊，刚调过来呀、啊，连主任都不惯着。上学时代篮球比赛的那些事。剩下的时间啊，咱们是有活动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，解散吧。打碎不呀？赶紧张着人去，在那边干一场啊。你班行吗？手下败将还能张着玩？你别磨叽了，张着人就完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内线推土机的称号绝不是浪得个虚名啊。行，我张着人去啊，我看你小推土机啊能多厉害。等会儿啊，等我把舒老师招来了，给他当裁判，省得一碰你啊你就说犯规。行，那太好了，省得你班总找借口啊。张着人去吧。头，你把咱班那几个招过来啊，我找苏老师去啊，好好跟苏老师说啊，大热天的别人给咱白吹啊。苏老师啊，你一会儿有事吗？没事啊，咋的了？一会儿我班呢跟大吹班的班呢干场友谊赛，完你给我们吹个哨呗，不白吹啊，给你买饮料冰镇的。别给我扯那没用的，等那两边人齐了的喊我一声。好了苏老师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打篮球不？带你一个。我不玩，你们玩吧，挺热的。再说了，大吹吧看我上场啊，又得使劲撞我，那打篮球有点动作不正常吗？你玩不玩？没工跟你废话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你们玩吧，我可闲着，我不玩。你不玩拉倒啊，像谁乐意带你似的。哼，这一帮大傻子这热天还玩呢，我会不会猫着起来。涛啊，今儿这场是大阵势啊，咱们女生都过来了，你帮我瞅一眼，范志怡过来没有？哎，在那树荫底下看呢。那行啊，一会儿多给我传俩球，我得好好表现表现。放心吧，桃啊，我懂你。来来来，双方都进来啊，进场啊。我告诉你几个啊，玩归玩啊，别急着摆脸的，动作小点，别整受伤了啊。崔哥啊，我告诉你一声，范志怡搁那瞅我呢啊。那你是啥意思啊，桃啊？反正你掂量着办啊，咱俩关系铁不铁，就看这回了啊。那也不中啊，我班这些女生不也搁这看着呢吗？晚上饭想吃啥，我一人以内的。我安排，行不行？哎，那行啊。一会儿咱俩对位的时候啊，我放点水，你也别死乞白赖的啊。行，你让我好好表现表现就行啊。双方球员准备好啊，开始。好了啊，比赛结束啊，我宣布一下了，六班以一分的优势赢得了本场比赛胜利啊，九班虽败犹荣啊，双方表现都挺不错，抓紧时间集合，马上下课了啊，快点来。哎呀，就差一分啊，不甘心呢，咱两班实力呢其实不相上下啊，这把我班能赢啊也有运气的成分，成样了兄弟啊。打完球啊饿了，晚上吃点啥好呢？你说放学安排你就完了呗。那行啊，下回咱继续啊。亮，刚才范志怡瞅我没有啊？我的妈，他不光瞅你了呢，我看还给你鼓掌了呢。真的假的呀？别逗我啊。逗你干啥呀，正经的，我看他家笑的呀可开心了，是吗？别给咱瞎说啊，你还给咱笑啥呀，赶紧帮我查查人，咱要下课了。哎，好了苏老师啊。上学时代体育老师生气后的那些事。海涛啊，能行了不？查人查三遍没查出来呀。不对呀苏老师，我咋数都差一个呢。那你还搁那查啥了呀？你就缺一个呗，你给我看看差谁啊。行苏老师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谁没站把手举下来了。你晒懵了吧，你不站也咋举手啊？那我不着急了吗，顺嘴就秃了出来了，等我帮你看看差谁啊。苏老师，我知道差谁了，我班欢迎宁没站。对呀，真差他呀。那你去啊，赶紧给他给我找回来啊。那行苏老师，我马上去啊。天亮你也去，来你俩快去快回啊，别让大伙等着。亮，我回咱班看看去啊，你上小卖点还有厕所啊，瞅眼睛去啊。行，我知道了啊，到小卖点顺道给苏老师买瓶饮料啊。哎呀我知道啊，赶紧去吧。你干啥呀？吓我一跳。你呀你可真行啊。咋的了呀？我没工夫跟你废话啊，我告诉你一声啊，咱班学生都等你的啊，苏老师生气了，你快点下来。至于吗？多大个事儿啊，还全班人等我，谁让你们等的呀。亮啊，别找了，找着了搁咱班猫呢啊。那行啊，饮料我给苏老师买完了，赶紧回去了。报告老师，我回来了。你给我站哪儿，你干啥去了
啊，你不说自由活动了吗？外边太热了，往回屋待一会儿。我让你们在操场自由活动，你回屋那就待着去了。老师，我就是嫌外边太热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第一回，也是最后一回啊。你把女生都给操场待着，人都不怕晒，你咋这么娇气呢？哪儿不舒服跟我说啊，我给你叫啊。我知道了，老师，我下次注意啊。赶紧站起，谢谢老师。苏老师不认输的呀，不带有激情的。该。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体育课的也是课，绝不允许逃课旷课啊。我再发现一个他那样的，一律按逃课处理。有特殊情况跟我请假啊，我给你们假。好了，下课吧。海涛啊，苏老师这回不能算我旷课吧？你可别问我，我不知道啊。反正我看苏老师这回真生气了，没准的事儿都。我看你平时跟苏老师关系挺好的，帮我说一下呗。这时候知道害怕了？你搁不躲凉快的时候寻思啥来的？这事儿我跟你说不了啊，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解决去吧。哎呀，这可咋整？跟你说了也白说。涛儿，他又跟你说啥了？他天天让我跟苏老师给他求情去，我吓不吓他？告诉那苏老师生气了，他自个儿寻思去呗。咱全班等他半天，不寻咱大伙儿，还寻他自个儿呢。什么玩意儿你是？亮儿，那饮料咋没给苏老师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我现在去啊。你快点去啊，快点去。苏老师啊，别跟他生气，整口水喝来。梁坤啥意思啊？替你班那小子说情来了？你可拉倒吧，苏老师，我这懒搭理他呢。我寻你帮我班吹半天哨，给整瓶水不应该的吗？别给我扯没用的了，拿回去搁留着喝吧。我多大岁数了，还喝冰镇的呀？这扯不扯，苏老师？我一会儿给你整个常温的啊，下一块给你拿了。我先回去了啊，那常温的我也不要，别给我拿来了。这小子，说话办事儿，有点他爹当年的风范。